位嘉宾、各位会员、各位新闻媒体、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Dear leaders, distinguished guests, members, media, ladies and gentlemen,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钟。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隆重举行的2023年新春晚会暨第八届会展就职典礼。首先，我谨代表加拿大福建总商会，对各位领导嘉宾能在百忙之中，家中投资商会会长孙晓明，加拿大四川同乡会会长刘希，加拿大广西总商会会长方启刚，加拿大陕西同乡会会长周志军，加拿大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家中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黄志勇，福建总商会商务副会长黄学文，翁武斌、丛林长、吴信文、邱仁东、林武，有请各位。Thank you, 谢谢 ，please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大家元宵好，今天呢借这个我们福建总商会第八届理事会交接大会的那个宝贵的机会，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吉祥，阖家幸福安康。我谨代表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对福建加拿大福建总商会第八届理事会的交接大会和林凯会长成立，我爱有多深，我爱有几分。